今天给大家带来门墙桂家中心制作的四种木饰面收口工艺。第一种，45度海棠卷工艺，用两块板做出45度斜面。注意，下面根据实际需求留边1毫米或2毫米。这里我们选择拉米诺方式进行拼接。优点，安装方便，效果美观。缺点，板与板之间拼缝朝外见光，后期一旦裂开影响美观。第二种，墙板卡条离缝，两块板侧边开9毫米槽，用9毫米卡条连接，中间留出5到6毫米的离缝。优点，效果美观，避免板间之间安装拼缝暴露在外的问题。缺点，拼装相对复杂。第三种，海棠卷卡槽对碰，一张板正面开宽6毫米、深度12毫米的槽，另一张板侧面同样开槽，然后拼接。优点，安装美观，拼缝不容易开裂。缺点，强度较低，只适合没有强度要求的立柱护墙板安装。第四种，羊角侧边离缝，一张板正面开9毫米槽，另一张板开宽15毫米的侧边槽，然后拼接留出5到6毫米的离缝。优点，效果美观，有层次感。缺点，离缝部分封边难度高。这四种收口工艺哪种更适合您呢？关注小峰，给您带来更优秀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。